现在准备去学校上课啦。我现在要去学校旁边的这星巴克买一杯 pink drink。对，因为我不是非常能喝咖啡，所以我点星巴克的次数也比较少。这个画的也太可爱了吧！这就是公园吧。2 hours later， 终于下课，结束了两个半小时的折磨，终于下课，太不容易了。PhD 不要看了。饭做好啦，其实也没有很难吃，就我还挺享受这种。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平时会健身的人，就还比较喜欢吃这种稍微可能清淡一点的东西。平时都放洗碗机，但是我看到我这个月的电费有70多刀，真的是有点受不了。我一个人用了70多刀的电费，真的有点可怕。This is not one but two proud sons of Connecticut, Senator Thomas Dodd.My good friend, and we truly are really good close friends, Senator Chris Dodd. 我在拿了一个快递，我的两件 Other Stories 的衣服，应该是两件 cardigan 到了，还有点期待，希望不要打雷。站尿死！看上去还行。一件是这样子。就好像最近还挺多人穿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这种，有点就是比较 girly 的一个领子，比较法式嘛，对，感谢神都法式。倒立开箱，还有一件是这样子，它的扣子是不对称的，我觉得还挺酷的，但感觉有点大，希望它不要太大。我还挺喜欢这一件的，就还挺酷的，然后宽宽大大的。非常的喜欢，我又来吹的肉啊。这样的话就是也很方便，也不会担心就是每次取的量很少它就会很容易坏，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这种 frozen 的蔬菜。虽然可能营养价值会没有就是 organic 就直接新鲜的那么好吧。然后这个让我很打脸的这个 orange chicken， 就我上次说了就是买来就看很多人推，但是觉得它可能有点累，但其实真的还不错，就是有一点那种低配版的古老肉的意思。然后我的这个橄榄油喷雾，还有一袋这个 chicken tenders，
把明天要吃的这个 chicken tenders 就是煎一下，然后配点西兰花，就是先把它给腌一下。啊，我这绝对不是一个做饭教程，因为我真的非常的不会做饭。倒一点料酒，啊，倒多了，再加上盐和黑胡椒就好了。对于我这种做饭白痴来说，就是盐和黑胡椒的一种 YYDS。我用的是这个 Trader Joe's 一个那个 pink salt， 然后还有这个 black pepper， 这个也是在 Trader Joe's 买的。好了。现在要来我们这边的 McNally and Jackson Bookstore 去买一本书。就是在那边吃了一个 Shake Shack， 就很久没有吃了。然后今天他们有一个 seasonal 的，就是 Black Truffle Burger， 就是松露黑松露的一个 burger， 就是非常的很值得推荐。我现在出门啦，然后今天和我的两个大学同学约去了Bronx， 也是我第一次去 Bronx 那边的一个纽约市的植物园看草间弥生的一个展，因为十月底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也有一年没有见了，然后现在大家都在纽约，所以决定去聚一下。2 hours later， 里面很好看。刚刚从Koreatown 那边回来，然后晚上和朋友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今天去逛了一下H Mart， 然后买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那个贵州花溪牛肉粉，好像还挺火的，买来吃一下，就我买了两包。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底料，然后还有这个想吃很久的红螺烧，希望它好吃。还有一个魔芋爽，就是非常的爽。我现在在看我昨天的视频，就是我是会当天就是大概剪好这样子，然后前面两天应该差不多。
后这个是我昨天在那个 McNally and Jackson 就是买到的一本和之前就是老佛爷的一个 interview， 用绘画的形式就是把他之前的一个 collection 都做了一本书这样。今天是礼拜一，我每个礼拜一都是赶 due day， 今天也是有很多作业要写。来试一个昨天在 HMR 买的这个铜锣烧，学校回家，然后去了一趟楼下的那个 Fresh Market， 发现他们有一些就是那种韩国的零食啊什么的，觉得还挺开心的。我来看看，就是这样一个那种巧克力馅儿的那种泡芙，好像还不错。然后我还买了一袋这个玉米味的什么尿脆角，好像也是一个韩国还挺火的零食。还有一个那个披萨口味的一个 Pringles， 感觉我现在买都是零食。还买到了就是这种是有那种黑米饭，就是三个一个 set 那种，就是比较方便简单一点。然后因为我平时真的很少自己煮米饭那种，就这样就自己加热起来比较方便。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白米饭，还有我一直在喝的这个 Oatly 的巧克力奶。然后今天纽约的天气开始变特别冷，然后感觉在外面就是有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然后今天我的作业写的也不是非常顺利，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擅长 coding 然后写代码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内耗的事情，就一直写不出来的话，所以就去超市先逛了一下，觉得真是一件就是会治愈很多吧，疗愈很多。我现在准备出门去学校写作业了，然后今天应该就是要在学校待一天，然后晚点会有一节课继续去写我的 Python 的作业。崩溃，电梯还坏了一个。中午回家换了一件衣服，然后现在准备去学校上课啦。希望今天下午好过。2 hours later。是的，我又来逛超市了。现在上完课，然后逛完超市，然后现在回家了，就觉得这周真的太难熬了。Grow Project 还没有开始做，哎，其实主要最难的应该还是卡在 Python 就是 coding 上面，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合，我每天都在感慨这件事情，但我这学期还有一半没有过，真的，我还是多吃点好吃的吧。最后想说，我今天买的这两个，这个买那个抹茶口味的这个威化和这个百香果口味的这么一个饮料，就是一个果汁，真的超级好喝。这个叫蘑菇蘑菇，好像我应该念的不对。嗨，今天是礼拜三了，然后今天没有课，然后我也不用去学校，但是还是要在家里写作业。今天晚点的话会有一个 group meeting， 就是做我们的一个期中的一个 project。然后今天白天的话要在家里就是 brainstorming 一下。外面天气这么好，但是我还是在家里写作业。
2000 years later. 我现在打算一个人出门去逛会街，然后今天就是已经在家写了三天作业了，然后想出去转一转。是星期四了，然后今天是这周 vlog 的最后一天。这周我真的过得非常的崩溃，这一整周我都在写作业，然后写不出来拍相吧。然后接下来一周会有那个 midterm project， 然后现在也还在就是为找数据发愁。真的我这周真的太难了，希望下周好过一点吧。然后待会儿我可能要去学校的那个 health center 那边打一下那个 flu shot 的疫苗，然后希望也可以就是出去缓解一下心情吧。然后今天也是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准备出门啦，然后穿了昨天在那个优衣库买的这么一件那个 fleece jacket， 就还挺舒服的。看到了目的地啦，准备来打针，来打疫苗啦。这边是 Tish。这都恭喜你入境了，这个回音耶，准备打针。 343 gold 3. Yeah, yeah, that's right. Does your phone number still end in 8224? Yeah. Use the school insurance? Mm-hmm. You're only here for the flu shot, right? Yeah.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终于拿到了。你要垃圾给我？觉得还行，没有很甜。是的，我买了一个这个 taro latte， 就是芋头的，感觉还不错。你感觉咋样？准备去吃木村啦，想了好几周，今天应该可以吃上，希望它好吃一点。到木村啦，and this is a
warm. You need to. I come back to check. Oh, I appreciate that. Thank you. 吃完饭准备回家啦。路遇 NYU 站。哦不，就从 NYU 站回家。嗨，这周的 vlog 就到这里了。然后这周过得也挺 struggle 的，就还挺多事情要忙。然后对我的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贯穿这一整周的 Python 的作业。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所有的专业大家都在学 coding 这样，但我觉得还是坚持那句古老的鸡汤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然后也没有必要。觉得自己不会 code 就非常的自卑啊，或者什么。虽然这个情绪已经贯穿了我一周了，希望接下来一周可以就是比较平静的看待这些事情吧，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